你看看这款还合适吗？圈圈，你早上让新奇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？我开会要迟到了。好，我还有新奇呢。嗯，真乖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这个拿路上。谢谢。那个我朋友送的，我也用不着，便宜点。你在滨城有朋友？滨城讨好我的人多了去了。讨好你的人为啥要送你一双女鞋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给你就拿着，肯定比某人的品味要好。谢谢你啊，我不用，我不喜欢穿高跟鞋。哎呦，朋友本来是打算送一双高跟鞋的，但是呢，我想了又想，你平时走路多又要加班，高跟鞋虽然好看，但是呢，穿久了对身体还是不好。那一双平底鞋你穿着它呢？我来。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。你看看这款还合适吗？我要走了，谢谢啊，我上班，来走了。慢点啊！你害羞了？哪有？天太热了。那也是吃周爸爸的醋了吗？我怎么可能？你放心，敏慧不喜欢周爸爸。我说了我没有。早饭吃完没？吃完赶紧换衣服上学去。哎，大人就是这样，口是心非。错药了吧？干嘛突然送我一双鞋呢？还挺舒服，挺会买啊。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